喂，救护中心。喂，我好唔舒服啊，麻烦你派个救护车嚟啊，唔该。好，我哋即刻嚟。姑娘，登记啊，唔该。好，请攞张飞先啦。一号，请上一楼诊疗室。一号，请上一楼诊疗室。你好，请问有边度唔舒服啊？医生，我觉得好头晕啊。好。我帮你检查一下先，首先睇下只耳仔先。另一边呢？而家我帮你检查个喉咙，擘大啲个口啊。好。OK。你有啲感冒啫，所以我头会晕，开啲药俾你食，好快冇事啦。你咁晕，起到我食一次药先啦。好啊，唔该医生。记得要饮多啲水，多啲休息，唔好饮冻嘢食冻嘢啊。嗱，呢张系医生纸。唔该晒医生，拜拜。拜拜。二号，请到一楼诊疗室。二号，请到一楼诊疗室。一楼系呢间啊。医生你好，系你好，身体检查嘅系咪？系啊，医生，我今日做身体检查噶。OK， 我而家帮你照咗 X 光先，请你过去嗰边近度啊。嗱，近度冇喐啊，眼望前边。OK， 得啦，可以落翻嚟啦。跟住度高同埋磅重。OK， 得啦，个 X 光报告出咗啦。所有嘢都好好喎，好健康啊你，但系咧都要注意多啲休息，早啲瞓啊。好，唔该晒医生，拜拜。三号，请到一楼诊疗室。三号，请到一楼诊疗室。医生你好，我跌倒跌甩咗只牙。好，我帮你检查一下先。而家帮你摸咗只牙啦，冇事噶啦。头同埋只手都好损喎，我帮你包好晒佢啊。俾支药膏俾你，每日都要搽噶。OK 噶啦，唔该晒你啊，医生，拜拜，拜拜。咁啱嘅，我买嘢食先，我好肚饿啊。
啊啊啊！弟弟好唔舒服啊，买个玩具氹下佢先，我去揿钱先。只熊仔，好，100元啦，多谢。唔该晒，唔使客气，多谢晒。B B， 睇下妈咪买咗咩嘢俾你，系咪好得意咧？有少少口渴添。